지디오빠 군대 생활해서 잘 하시고 군대를 잘 다녀오세요. 오빠 밥잘 먹고 건강하게 다녀와요. 꼭 기다릴게요. 우리 꼭 기다릴게요. 중국 팬들은 一直 支持你的. 사랑해요. 지디오 오빠 화이팅! 사랑해. 哎呦，看看粉丝有多不舍。27日下午2点 ，Big Bang 成员 G Dragon 以黑毛帽配上黑口罩，一身黑到不行的装扮，低调现身在江原道。是的，就在27日，我们欧巴就要正式入伍当兵去了。G Dragon 徒步下车向军方报道，一路上粉丝与媒体疯狂跟拍，捕捉他入伍前最后的身影。看到从世界各地前来送行的粉丝们 ，G Dragon 也感动得频频鞠躬。人家都说当过兵的男子会更有男人味，我们就期待2019欧巴退伍啦！G Dragon。